你们来的时候他就长这样了。对，就是过路这样比较危险的话，就是过去会撞到。他就住这里了。民众报警，看见一名男子醉倒在驾驶座，车门都没关，差点撞到他。男子吐一地，瘫软还叫不醒，被质疑是酒驾。哎、欸，大哥，身份证字号了。0918。这是手机号码。好啊，我们要背。身份证字号。民警到场，他还在吐，好不容易叫醒了男子，最糊涂，狂报电话号码，民警也头痛。车子是登记女生的呢，又不是登记你的。我老婆的车。那你身份证字号几号？0918。身份证字号，不要一直跟我讲手机号码了。0918。身份证字号。民众看这离谱画面，狂轰酒驾开门，吐门都没关，直接断片。要是被撞到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发文公审。你是开车回来哦？没有，我刚坐车回来啊。啊怎么会又跑去车上坐着？不知道，我就坐着，然后。啊，你车门不锁？没关系，应该还好。民警问到酒驾，男子却坚持没开车。最后监视器还原，他真的搭小黄没开车。经警方调阅监录系统厘清，黄男是与友人共同搭乘计程车返回庆丰街住处。怀疑酒驾，结果是乌龙一场，在驾驶座上没关车门，吐得到处都是，行迹可疑，还好没有酿成大祸。记者洪富仁、郭怡珍高雄报道。